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考拉，欢迎观看本期的魔力说生活。上热下寒其实是比较常见的症状，热症和寒症是并存的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容易上火，还会有体寒的问题。那种体质的人呢，吃寒的不行，吃热的也不行，只能吃温性的食物。那为什么会出现上热下寒的问题呢？第一呢，是心火亢盛，如果火性炎上，心火过于亢盛，那就会出现上热的问题。那心火无法温煦肾水，那就会出现下寒的问题了。那第二呢，是中焦不通，如果中焦不通堵塞道路，那心火不降，肾水不升，那这样水火不济，那就会出现上热下寒的问题了。那第三呢，就是肾阳虚，如果阳气虚弱，阴寒之邪过盛，就会凝聚在下身，出现下寒的问题。如果因为肾脏元阳不足，无法让肾水往下走，这样呢，心火得不到滋润，就会出现上热的问题了。那如何改善上热下寒的问题呢？其实想要改善上热下寒，第一呢是疏通中焦，第二呢就是引火归元。想要疏通中焦，可以试着用揉腹的方法，坚持揉腹能够疏通中焦淤堵的地方，因为脾胃属于中焦，也可以食用健脾胃的食物。那想要引火归元呢，可以试着用肉桂。肉桂的营养价值高，它能够起到补火助阳的作用，还能驱散寒气，有着引火归元的功效。它呢可以搭配淡竹叶、砂仁、大麦、干姜、小茴香等多种药材，制作成茶包泡茶饮用，能够改善上热下寒的问题。那这样身体阴阳平衡了，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这期分享呢就在这里，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记得关注魔力说生活。